长大之后，两个人也因为价值观非常的相像，连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，所以渐渐的走在一起。一对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夹道欢迎下甜蜜进场，幸福终身。两个人是透过朋友的介绍而相识的，堪称北台湾最浪漫的基隆市民联合婚礼，20号在东岸旅客中心丽都蝶客花园登场。28对新人在山海城市和美丽夕阳衬托下，由市长谢国梁主婚，并带领全场新人宣读誓词。你将是我这一生中，你将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。谢谢你。成为我人生中的挚爱。跟我女朋友求婚蛮久了，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一台这个调理机跟微波炉。对，想说因为自己的基隆市，所以就是想说一定要大力的一起来推动这个结婚率。我觉得很新鲜，因为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场合，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好。我们是古装，它结合各个朝代的一些元素，然后他自己去动手做，然后我的也是他做，然后衬托他的，就是我是加上那个清朝的元素，还有那个明朝，然后还有唐朝。可以参加这样子的结婚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非常的幸福，在一起今年刚好满5年，想说20对进场结婚一下。那你呢？有没有觉得开心？有，很开心。怎么说？安排得很好啊，大家都可以在红毯上面，就是有机会这样走，然后流程都排得很好，所以我们。是否推动基隆幸福产业链，将婚礼现场打造梦幻婚礼场景，邀请新人亲友一同见证，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记忆。气氛非常好，那我觉得民政处办这个活动呢，很用心，现场有满满的幸福感，而且看到这个很多新人，包括连我的秘书跟他的太太在内，今天都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，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窝心。那现在这些新人要鼓励他们不能只结婚要生小孩，要增产报国，多生几个提升我们基隆的生育率，大家加油。我们选择在我们这个广场，海洋边的广场，特别也找到在地的许多的温馨的摊商，取得非常温馨的名字，让他们能够在婚礼进行之余呢，除了可以跟家人共同分享喜悦，自己也过一点婚礼当中的小小生活，能从吃的美食饮料，然后还有我们婚礼的一些安排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联合婚礼当不但能节省很多繁文缛节，还可以感受到非常新颖而且前卫的这个气氛。这个场地上还有 AR 的这个视觉的感受，也可以留下美好的这个影像下来。在基隆港区美景和新人亲友见证下，28对新人共结连理，完成终身大事。参加新人都可以获得金铲子和家电微波炉，希望新人们早生贵子，圆圆满满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